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甜麻花，用到料是两杯面粉、四分之三杯水、15毫升左右的油、30克红糖、一大匙糖浆、一小匙小苏打、四分之一茶匙的盐。好，首先将面粉、糖、小苏打、盐放入，糖浆、油还有水，盖上保鲜膜让它醒30分钟。好，现在咱们的面醒好了，我们今天做小麻花。这样一个小麻花就做好了，这些全部做好之后放在一边备用，炸至金黄色，这样就可以捞出了。炸麻花就做好。